兄弟们看着现在是58，十分钟给你们杀完四个怪啊。啊，直接飞沙走石干后排，直接干就完了啊。咱们开了一把风阵，阵法开错了，下把再调回来。龙宫还没变卡，还是变卡显示时间都行。不过不要紧，风阵我们照样有速度，可以的，干就完了。四攻，来看梧桐四开了啊！老王，这人马面试六中奖在职是吗？是啊。好了，我们的幸运四叶草过了，好，疯狂迎击，第一刀2800，垃圾垃圾，真垃圾！你这十多领跟大丝花十多领他妈的啊！能顶上我20000啊，还行啊，还有一个被封啊，说好的最暴力5分钟杀死的呢？这个狮驼厉害，这个叶罗刹的狮驼厉害，这个狮驼叶罗刹的话，他站的不是输出位，能打3000多血啊，这也不行啊，这要灭队的呀，大哥啊，速度挺快，这个队伍的人速度很快，还有个狮驼被封，对面的狮驼也能打过来了，我们的第一个狮驼领被打2800啊，是个垃圾。第二个师傅被打2900，还行，血线还比较健康，被爆了6366啊，还是有点垃圾。猴子被打3300多啊，打我一下不是很疼，2685，对不对？咱们在队伍里的综合抗性还是够的。我们的龙宫还没有出手，对面继续端岩式，请我们的黑色童子，史上最暴力的童子。夏威河咋的？极地欢须弥啊？夏威河是不是要来一波极地欢须弥？跟他冲了！我的魔王和龙宫还没有出手。猴子先来3100，有连击，很漂亮，清掉了一个小怪。对面的魔王来一把飞沙走石，我方有个狮驼领要倒地，残血但是没倒地。魔王的飞沙走石出手有牌面，2800，看跟这个175级龙宫比怎么样？牌面秒的比他多，140级龙宫碾压了175级的，140级魔王碾压了175级龙宫啊！宝宝瞎打又 A 死了个怪，我们还有马面还能继续给我们创造惊喜吗？1300出连击，连击必出林中鸟。林中鸟打死怪，出抓出水追击，还以及剑荡四方套。我们下位哥有个狮驼领，不知道怎么想办法能让他应激啊。下把能想办法应激吗？啊，下把的话我有点慌啊。现在的话，我直接用一把慈航，我觉得有人要死，我看一下能不能慈航给你们拉起来啊。能拉起来一个你们都合适。然后咱们大家继续跟狮驼领，再把应激能不能让他飞出来？看一下梧桐四攻队有没有花招。好了，兄弟们，我们的暴力，但是对面的怪实在是抗法。我们的超级四攻队死了一个人，看我的慈航能不能拉起一个。天崩地裂，龙龟刚出场就直接被清。龙宫刚出场就被清，可惜神佑了。哎呀，哈哈，我死了啊！啊哈，4个175级就给我杀成这个样子啊！这个狮驼领无奈的情况下用了个破血啊！啊，又哎呀，还有金青呢！哎呀妈呀，还有金青呢！下边哥又有两个狮驼领，又那啥，我觉得你哥俩一个鹰击一个连环击，一定要保证干死一个主怪，主怪不死疯狂守咱们尸体的，你知道吗？啊，好，再次触发视野追击林中鸟，剑荡四方套没出来。你俩哥俩一个满血的用鹰击，残血的连环击把主怪先干了。这种情况下一定要优先保证队长，队长死了算灭队的，你知道吗？啊，好了，兄弟们，有幸这次被封的天宫再次被封印。然后的话，有一个狮驼领被拉起来，双狮驼领，一个第一个狮驼连环击，第一刀暴毙7500，第二刀3600，还是很暴力啊，打法很刚，一点细腻都没有啊，就是疯狂冲刺，速度很快。他这个狮驼领比四星的龟须怪还要快，他们的速度应该是加过敏的，不是全力，输出虽然不够。哎，咱们风阵开的是不是还是有点道理的？给两个高速狮驼领速度位，让他们先出手。我没带酒，带酒能慈航啊。老王有管理的小哥哥吗？5级还是啊，还是个白马，我给你直接上了啊。好，这龙宫秒的还行啊。好，这个另外一个石头被拉起来，有人救我一下吗？哎，我的马面来了啊，马面开始表演，再来一下嗜血追击，再来一个剑荡四方。哎，我操，这么巧，我操，这太巧了吧。正好就当前回合触发了连击嗜血追击林中鸟，结果当前回合算失败。